台东圣火美学馆出现奇幻意境。8月2号到13号在馆内希望艺廊推出的19岁留美学生吴静安插画个展，奇幻华丽，充满想象。由于展期只有短短两周，让人有昙花一现的感叹。闯进来的人就可能 当他们在欣赏这些画的时候，然后也能就是感同身受，就想说其实这些东西，这些意境不一定是现实生活中有的，但是希望他们透过我的画可以就是真正的进入去感受那些东西，就是其实是怎么讲，虚有的东西，但是有一种真实的感觉。最新艺术的静安在台东女中就学一年后，就勇敢地去追寻自己的梦想，利用一年的时间在美完成高中学业，目前就读纽约普瑞特设计学院尤提卡分校传达设计系，未来希望留在美国就业，在美闪耀台东之光。撤展后10天，静安就回美国了。除了勇气，一定还有你我的祝福相随。刘瑞文、黄清海采访摄影。